我听说你新的项目提成又结了，10万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呀，你最近这个运势也太好了吧？又谈恋爱又赚钱的，喜上加喜呀！那必须的呀！哼，公司门口新开的粤菜馆，我可都看好了啊！大柱啊，这钱我已经有计划了。什么计划呀？我准备先买辆车，然后剩下的钱还给二嫂。你二嫂又不着急让你还。 你又叫我干嘛？哎呀，啊，你呢？小点声。好了，天有写剧本呢。他是他的呗。又来一锅。你看，还喝呀？哎呀，这次更有营养。嘿，小心烫烫的。这什么？这你又放松茸了？枸杞。霸王别姬。 我早上嗓子都冒烟了，我都上火上了。哎，正好，过来喝汤。你看我让你小声点，是不是害怕你吵到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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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吵的怎么了？有多大事儿？他能写出四大名著还怎么着啊？真是。我写不写四大名著，你在公共区域你大声说话就是没素质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看你这出，你应该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，这典型的什么？沾包赖啊，腿短赖裤子长。 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要不我们搬到隔壁去吧？我凭啥搬隔壁去啊？他写东西，他稿费给我分一半是怎么着？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天佑写剧本第一稿，你已经被毙了，正发愁呢。这可咋整？爸，没事，那个是我自己的原因，您别操心。没事，我送你一句啊，昨天的太阳呢晒不干净今天的衣服，好好的。啊，你这两天烙饼了吗？你？炸饼。 这汤是补哪儿的吧？补脑的。哦，你多喝，全喝了吧。那我补脑，觉得我都喝。爸，我觉得您啊也别老太迷信这个东西。从小到大，他经常喝这种汤。就是。结果呢？什么？我说你能不能有点良心啊？这么大热天的，我这么大岁数了。行行行，我喝我喝我喝。喝汤。闻着多好，都给你喝了，好吧？ 拿个勺，煮点一点。我一大早出去，又是买又是炖的，好喝好喝吧？啊，很鲜，就是有点咸。不是，咸啊！爸，这是加点水。这牛根汤是吗？这牛根是补脑的吗？啊。 第三次了，你怎么了这是？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不打了。我跟你说，年轻人该吃吃，多该吃，别乱补，啊！这是吃啥了？你说这是？ 怎么回事啊？我按你说的，各种方子啊，我跟我儿子全都是，怎么越补就越虚了呢？不能吧？你是按照书上说的做的？没错，什么枸杞、牛根，能用的我全用了，怎么就？
需要拜火了。拜火。 好了，送你的面膜，你没事贴一些超好用，让嫂子永远年轻，永远18，永远美丽动人。喝蜜了？有啥事儿求我呀？没事儿，看看，这是你的车吗？二手的，我看成色不错，我就一把给收了。不错呀。行吧，才5万8。 哎，嫂子，没看手机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看一眼。哇，这又送礼，又换厂房，又转钱抢银行了。没有，我刚做成了一个新项目，老板奖励我10万块钱。哇，老三有出息啊！<笑>这把挺好哈。嗯，这个也能遮风挡雨的，对，活动半径直接扩大10倍呀。 二嫂，就照这个势头做下去，不出5年，我都能当上创意总监了。我信。<笑>我们老三要是想干啥，什么都拦不住。哎，老爸看见你这车了吗？看见了，露出笑容，没超过3秒，立马阴了，还把我骂了一顿。说你自私。你怎么知道？嘿，我太了解了。老辈儿嘛，总是比咱们小的，想的多一点。我都跟他说了。 我说我现在是单身汪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他说我鼠目寸光，只顾眼前，不考虑将来。我说那我现在这经济水平，哎，我就是要一个好看的、便宜的代步工具就行了。以后等我成家了，有孩子了，我指定得换大车呀。你这个要贴车衣吗？不贴了，车这么便宜，贴车衣都划不来。哟喂，真会过我们老三。<笑>你现在个人情况怎么样啊？还一个人呢？ 我这，车不错，拜拜。不是嫂子，哎呀，嫂子记得贴面膜。哎呀，你还是不会放过徐小璐啊。 这边，黄总，谢谢。哎呦，许大美呀、啊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坐坐坐，快坐！你这是喝茶还是来杯酒啊？工作时间喝酒啊？你可以呀、啊，看来这职位被你干的是游刃有余的哈。哎呦， 工作时间包括喝酒，坐坐坐。你一个负责内容的副总，房间里只有酒柜，没有书柜，合适吗？哎呀，这批评的很含蓄啊，我接受。其实现在内容往来啊，都是电子版的，纸质书啊，只剩下装点门面了，对吧？<笑>你怎么什么时候都能自圆其说呢？我真的佩服你这本事。最近好吗？ 我好不好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看得出来，我怎么看都好。<笑>给齐天佑开间房，开在你隔壁啊？哎呦，你信不信 ？Sorry， 与我老同学开个玩笑都开不了了。你知道他现在什么处境吗？啊，怎么了？齐天佑现在就是笼子里的困兽。 他被困在他那间老屋里，被他爸爸、他弟弟、他岳母、他前妻全面控制了。你想想，那是什么气场啊？这种环境下，他能写明白剧本大纲，那是神话。徐大美，我明白了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。
天佑的首付款已经破了行规了，你再让我掏钱给他租房子，那人财务也不允许啊。这编剧创作期间你们甲方给提供住宿，这不是行规吗？我们上大学那会儿，咱们系主任给上影厂写剧本，对吧？不是住在上影厂的小别墅里吗？哎呦，那都是老黄历了，那个时候编剧拿几个钱，现在编剧多少钱？我们小时候一个筒子楼两间房三代同堂，那都很普遍。那现在呢？那人均住房多少啊？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，就我们江宁市人均住房43平米。你要再说你找不着一间书房写字，那就别有用心了。哎呦，听明白了，我被回绝了，拜拜。哎，别，你等着我，中午咱们一起吃个饭呗。楼下的鸭油汤包还有蟹子豆皮汤很好吃的。黄总，留步吧，中午有约了。啊，我去送孟文，你安心在家写作，赶紧把剧本给人改出来啊。不，那您这时间也太早了。我们坐公交啊，走，孟文。爸爸再见。过马路的时候看着点啊。嗯。哎，秋老师，送来的。哎，走，王文。送他回来的。哎，天佑忙，家里就我一个闲人。老妈，你拿刀干嘛？哎呀，做饭呢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换鞋吧。啊？嗯。我。您甭换了，您甭换了。不换了。快进来坐，进来坐。哎，好。这道上多热呀！坐着坐着。哎。齐梦文，那个你赶紧把作业写完了吧。我写完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哇塞，我儿子真出息了。那你现在想干嘛？看会书吧。哇塞，我的儿子，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吗？看来在您那儿不白待。哎，这齐天佑在忙什么呢呀？这孩子都顾不上送，大热天折腾您。你是不知道啊。怎么了？天佑不是写剧本吗？啊。第一稿写出来交上去了，被毙了。被毙了？啊。哎呦喂，毙得好。这样不必呀、啊，他以为天下所有人都想看他跟许新点破事儿呢。让他清醒清醒也挺好的。爷爷，什么是被毙了？啊，就是枪毙。谁被枪毙了？你爸爸啊，不是，剧本。孟文，你是在专心看书吗？现在进屋，关上门，认真看书好不好？哦，快点。我知道，那个他跟许昕那点陈芝麻烂谷子让起心里不痛快，可剧本被毙对天佑是个大麻烦事儿啊！你想，人家钱都给过了，这要再写不出来，那不得退钱呢？那现在怎么着？重写呀？那可不。哎，他现在他脑袋不是一般的大。整天跟我嚷嚷着家里人太多，环境不好，太闹，非要搬出去。我没搭理他。你想啊，那真搬出去了，那能有好？所以我坚决反对。哎，我爸，您不用反对，我知道您顾虑的是什么，但是你大可不必，真的不用考虑我。我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，人家齐天佑想干嘛那是人家自由，对吧？不用管人家。那你？真不反对天佑搬出去、啊，老爸，这事儿吧，我不方便
发表我的看法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就是从你们那边角度考虑哈，我觉得现在别跟他较劲，他那臭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自信瞎强，你一刺激他，没准适得其反。我吧，我虽然，哎呀，这一提他跟这许昕的事儿，我就缺氧，我试过这心里头恨的，我牙根直痒。但是呢，你说他是齐墨文他爸这个事儿，这种血缘关系是一辈子都改变不了的。所以从孩子的角度，我肯定也是希望他爸爸能有所作为，能给孩子有一个好榜样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呦，爸，你看我都忘给您倒水了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您先吃点水果，我那个赶紧做。你尝尝我手艺，今天晚上在这吃啊。我这现在厨艺站见长。哎呀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贤惠了。哎，我这自己过也有自己过好处，厨艺锻炼出来了。我抓紧啊，抓紧。他又是没福气啊。瞎了眼了他。喂，哎，许大美来找我了，让我给你找个住处。本来没这个预算的，但是我还给你找了。啊，那行啊，那谢谢你啊。啊，您破费了。哎，不用谢我，要谢去谢许大美。好好啊。爸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，那个我这个一稿那不是很顺利，二稿目前写着也不是很顺利，所以呢，我想搬出去，搬就搬吧。但我只有一句话，人贵在自律啊，你一个人搬出去了，千万要抵御各种诱惑，知道吗？这是两句话，一个意思。你能不能不那么刻薄呀？人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就说那个《水浒传》里面的潘金莲，那窗户不打开，那个棍子怎么能砸到西门庆呢？插杆，插杆，不是棍子。你领会精神吧。您的意思我也明白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从来没那么想过，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啊，你放心。我倒是想要问问您，之前我想搬出去住，你百般阻挠，为什么这次答应的这么痛快啊？我怕你赔钱。哎，好，通了。嗯。来，宝宝进来。不，那个。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这个从容牛根汤还不到火候啊！哎呀，就是文火还得三个小时呢。啊啊！怎么了？你先躺会儿啊，十点的时候我过来叫你吃药啊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对呀，还吃药？他天天流鼻血，我还以为他得绝症了呢。他到底有没有啊？你说他好好的，你们俩给他补什么呀？以后他的饮食你们谁都别插手了。是前一阵子天佐老喊着累，还说是这个气短体虚什么的，腰酸腿软，我们以为他那个太把自己掏空了。哎呀，既然空了就得补嘛，这不然会影响一辈子的幸福。对呀，你说你们两个老头天天在家都琢磨什么呢？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。那好吧，那个牛骨跟这个不喝了。老板长，老公真的要搬？为了我的个人幸福，我爸讲
我帮不了你们了，我老公说要搬家，那我肯定也搬了。我们错了，我们不再给他补了，你不要走好不好啊？我们有。徐老头啊，都怪你呀、啊！什么老中医啊，什么虚不受补啊，这是。辛苦，敏仪还在上学，这不又得多掏一份租房钱吗？我不管了，只要敏仪想，钱我出好了。哎呦，你是大款。腿了，现在知道腿了。俩可真是我的两个老 baby 啊！虽然你们呢差点把天佐补成个残废，但是也别太自责了。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，别喝了啊！我很自责，我很内疚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给我卖惨了，早点回去睡觉啊！那个。以后还会不会再回来看爸爸？我们俩要是没事儿，就回来过周末，会回来的，放心吧。敏仪，我陪你爸再喝会儿，说说话。你呢，赶紧回去，咱们天佐一起集中精力，心无旁骛的睡最后一觉啊！走了啊！对了啊，我的两个老 baby 啊，那个从容牛根汤赶紧倒了，千万别再喝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敢往肚子里塞，也不怕喝出毛病来。这我本来都已经准备倒了，结果他又给搁冰箱了。我不他赶紧倒了，倒掉了，别喝了啊，待会儿回来，走了啊。哎呀。瞧你没出息样，哎，现在咱们俩真成了你说的那被抛弃、被嫌弃的老宝宝了。我们两个马上就要成为那个孤寡留守的老 baby， 然后相依为命了。那是你，我不一样，我家里还有七天呢。对。你还有个老三呢，啊，那我们以后就集中精力帮助齐天了。行，咱们就集中精力，心无旁骛的搞齐天。来，
爸，我上班去了。空落落的吧？可失落了吧？平时家里人多，老觉着地方太小，比你大哥二哥一搬走，怎么空荡荡的，有点孤苦伶仃的感觉呢？那以前他们没回来的时候，家里边不也就咱们俩吗？也没见您多愁善感呢。哎呀妈，你得这么想，大哥现在有了大嫂，也有自己的生活了，二哥出去干事业也挺忙，家里边有我陪着你啊，挺好。你放心吧，爸，我呀是不会让你当空巢老人的啊。你这话一说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哎，啊！你不让我当空巢老人，你是想一直单着吗？这就不聊了，上班去。九十，哎呦，还有东西，哎、我来拿吧。后备箱、啊，后备箱还有东西。好、哦，师傅，麻烦开一下后备箱呗。哇，你真厉害，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。这有什么？超市的小车推到网约车跟前，师傅就来接我了。这不到这儿，你又来接力了吗？这还可以啊。这个层高有点低，但房间里面还好。有点压抑。还好还好，只是大糖。哎，我怕你乳糖不耐受啊，给你买了那个酸奶、啊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啊。你还记得我不能喝牛奶啊？你从小就喝不了牛奶吧？不是，喝牛奶拉肚子。对，在。这儿。来，我来，在哪儿？这里，请进。房间挺大的，谢谢。哎，哎呦，还有榻榻米。是，我呢觉得这种简洁的装修啊，反倒好。嗯，有的时候那种元素堆砌的乱七八糟啊，让人心烦意乱，没有办法创作。但你这个外面不行啊，那个是农贸市场吧？那个批发市场太吵了。嗨，反正我创作是在屋里边嘛，外面与我无关。而且这个关上窗拉上帘很安静，偶尔会这样。我还给你带了点每日必须补充的微量元素，种类有点多，你自己看着说明书怎么用哈。谢谢，破费了。
你这话是不是很无趣？你这么搬出来，你爸有没有为难你啊？差点翻脸。喝咖啡吗？手磨的。喝。试一试。上次在黄超那儿，我是不是太刺激你了？是。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被人这么教育过。关键是无法反驳，像赤裸裸的挨板子。你可带硕士生的文学教授，让我一个半瓶子醋的小编辑给虐成那样，你还能欣然接受，还是有涵养。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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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术业有专攻嘛，对于创作剧本这方面，我的确是个小学生水平，要谦虚。这个还没完全打开看是吧？哎，不不，它是这样，因为之前有些书我就已经看过了，我翻开了几本我比较感兴趣的，水平参差不齐，但有些一手的实战经验还是非常宝贵的。很受启发。一个月了，天佑就剩一个月了，你得抓紧。而且我希望这一个月里面，你的家人可以对你放开手，不要把你爱得死去活来了。我知道，知道，你放心。每周呢，齐墨文会来一个下午，在这里写写作业，然后我陪他玩一会儿，剩下的时间都是我自己。思路有了。方向也有了，我觉得八千字三五天也就成型了，剩下那些紧密的情节啊，不停的反转，那都是基础活，你放心，很快。好，思路清晰，我很放心，也很期待。我基本上应该一周会来一次，我除了给你投食呢，我的确是来督促进度的，你别烦我。不会，求之不得。你会让我很放松，全身心的那种。我特别喜欢你现在的状态。我是哪种状态？你可以形容一下吗？收，你别自恋了啊，专心创作。我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你不用啊，不，我手里空着手，不用送。没事没事，我送你，送一下。你行了，别关门了，赶紧回去吧。不，节省时间，搞创作，好吗？啊，好好好，拜。徐坚，哎，还好你没走。妈，你把车开走吧。啊，不用，网约车现在方便得很。网约车不方便，天气恶劣的时候就不方便了。你听我说，你看我现在在房间里闭门造车，我这辆车除了在外边晒太阳以外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开走吧，车啊，不怕开，就怕搁着。行，好，我送你。
哎，能不能争取一周后给我点干货看看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好，走了。好，别睁眼哦，别睁眼哦。其实不用那么着急这两天搬呢。这房子都聊好了，又不用付中介费，知不知道？啊，慢点啊！又看不到，好没有安全感。不许偷看哦。嗯。好，停。我数三个数，你再睁眼啊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。Surprise！娘，我的天哪，宝宝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屋里全部都是空的，所有的家具都是我新买的，包括电视什么的。你也太厉害了！我折腾一个月呢。我带你去看我的俩卧室。噔噔噔！你把梳妆台都给我买了？那你看看，连床垫都给你换了。这儿。这是咱们的储物间，如果你衣服不够用的话，我再给你买个衣架，全挂上。行，还有这儿，次卧室。俩老头过来之后看咱们俩，没啥事就可以住这儿了。他们俩一起挤一块去，咱俩没关系。我也喜欢。这个屋子楼层合适，南北通通，住起来特别的方便。开开窗户的话，那空气流通的呼呼的，特别长寿。我太开心了。满意吗？满意。宝贝，折腾了好久啊，宝贝儿。啊，洗完就好。你辛苦。嗯。我就是觉得这么大个房间，现在就我们俩人了，我以后冷清了。我向你保证，咱们俩搬进来的二十时间，绝对比之前更加浪漫、更加和谐、更加温暖、更加私密、更加刺激。啊，可我饿了。你饿了？啊？怎么？我马上安排。你吓我一跳。尊贵的陛下，请饮用。坐吧，坐吧。不敢。本座。好。老公。嗯，爱死你了！你知道吗？这是咱们俩搬进新家的第一顿早餐。嗯，叉叉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虽然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沙拉，但是我吃出了爱的味道。别着急，晚上还有节目。真的吗？嗯。老公。嗯。今天那个诊所估计要加班，我可能得稍微晚点。哎，好吧，那我等你，尽量早点回来啊。嗯。你知道你跟我认识的其他中国女孩有什么不太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怎么你傻得喝的？但这种傻得喝是可爱的，不一样的。去。你刚才就一直忙着考这个呢？啊、哦。硬了，嗯，呀，你是不是考久了？这火候没整明白。哇，这怎么？你别着急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别别，不要，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，咱不吃这个，不吃，成锅巴了。Thank you.
谁呀？谁？